镜头要坐来阿里山乡，该关阿里山乡位置较偏乡，就以交通不便，一直以来结合健保署 IDS 计划，提供各村定点以及巡回医疗的服务。卫生局积极向卫生福利部争取医疗补助，今年核对晚期医疗设备的经费3046900元，并且完成阿里山乡卫生所 5G 网络的布建，后续将要结合嘉义基督教病院、基美病院、圣玛丽莲病院在石岛医疗站提供晚期的医疗，提升阿里山乡的医疗品质。24号下晡，伫阿里山乡卫生所举办 5G 远距医疗启动记者会。县长张良、立法委员吴丽华、管议员吴青山、卫生局长赵文华等人联合启用，现场由医生直接演示远距医疗便利性。患者前来看诊了后，经过嘉义科医生初步判定，检查了视力还有耳仔的状况了后，检查画面会使伊就传送去专职门诊，线上解说病情，免去舟车劳顿的就医路。我们今天在阿里山的卫生所啊，举办了一个远距医疗的记者会。那现代科技确实帮助偏乡非常的多。那我们以阿里山卫生所，我们这边有医生，但这边的医生不是每一个这个科别啊都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跟嘉基、圣马跟奇美合作。那有一些专科的部分啊，比如像眼科、耳鼻喉科，那我们透过我们在地的医生的问诊，那包括很多的影像的检查，马上用远传的方式，那远距医疗能够马上做诊断。那给我们在地的医生啊，给他开药的方向。那所以我想这样的帮忙很多的专科啊，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能够马上能够得到治疗，然后能够解决我们乡亲的痛苦。那我想现代的科技确实帮忙我们偏乡非常的多。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未来在很多偏乡的地方也可以变成是我们未来很多的政策性的方向。我们谢谢所有人的努力让这样的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式，那变成一个可能，那也解除大家的痛苦。县长张良表示，阿里山乡是嘉义县唯一的原乡，为了提升民众就医品质，县府团队积极改善硬体医疗服务。沙美卫生所重建将于112年完工，李家卫生所重建虽然争取到为福部补助280,024元。官府也是全力做出不足费用达到594,700元，目前工程招标当中也成功争取为福部补助乡南卫生所远距医疗设备总共390万，将在112年完成启用，全面提升偏乡紧急医疗照护。谢谢新闻中心阿里山乡采访报道。嘉义优先这个品牌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有品牌就有责任。我希望能够带有嘉义农产品的识别性跟辨别性，它要负责生产出最安全的食物给所有的人消费。像上次县长带领我们去那个国道贩售，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们，会找你去设柜哦。会。哎呦，太厉害了！对对对，很荣幸，对你们帮忙。我最近听到一句最感动的话是什么？说县长，要是台风来的话，我们就赚了。他们就在想说，哎，我怎么克服？当别人没有办法，我有，对，所以我们就赚了。老一辈啊，种田的人他们不太计较成本，只问你种出来的东西，你的品质是不是能够给消费者最好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嘉义的农业、渔业跟畜牧业最好的传承，就是嘉义精神。这个传承的责任就在你们的身上。